大家好，我叫叶小文，欢迎。你这是哪儿学校的？你没听说过？那你是哪里人？不用知道。来来来，小文就在咱家住呢啊！那高阳在你瞎说啥呢？没瞎说呀，当年兵子不就这么回事？不就是因为他心里还住着那个小姑娘吗？文静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文静结婚那么多年了，还藏着人家一盒照片。什么？是不是冷啊？ 我跟你找衣服厂啊！小文这孩子非常优秀，你都跟人学什么？我高阳要跟你练，让你知道三中高歌的厉害。你练没？我看你多厉害，我跟你。他啥背景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就拿下去。你很嚣张。高阳好好跟你说，人家跟你不一样，人家身份很特殊。为什么他们说我是你的私生子？你根本不是我爸妈的朋友。喂。 高老师和我妈妈是什么关系啊？